嗨嘿呀，大家好，是那喵喵串了。我们今天是要继续我们的 housekeeper 啊，然后我去特地升了一下那个技能，对，然后我升了。我们清洁可以看到污垢，我首先看到那个污垢在哪里了，我的天哪，走吧。那我们先把这边清一清，应该就差不多了。还有一个在这边吗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这边就处理完了。OK， 那接下来就到这一间他们的一个小厕所，厕所吗？算厕所吧。好。那我们先把垃圾清一清，应该就没问题了吧？哎呦，那是什么青苔吗？我天哪，好肮脏！呀，那个清不掉吗？哦，清得掉，清得掉，会不会清不掉？清不掉的话，我们可能就要哭了。那可以清得掉哦。好，然后还有就是马桶这一边，好，94%，哦，这里98%，嗯，还哪里还没清掉？这里吗？这个算吗？这好像不算。好，算了，那我们先来清理这个窗户一下。哇，又是这一个，耶！啊，下面没拖好，耶耶！我还是觉得这个超好玩。好，然后上面 ，OK， 那上面，哎呦。OK， 好，没问题。那我们这边再清理一下。我知道我上面还没处理完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OK， 好，这样子应该就差不多了吧？应该 OK， 有。然后开个窗，嗯，这边把它放一个东西好了。我觉得我们这边可以再升级，因为我需要用那个地图来看会比较清楚一点。那我们再买一个，有没有装饰？有。那我们这边放一个仙人掌好了，我觉得蛮不错的。哦不，那仙人掌有点太大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OK， 那我看一下还有没有比较小一点的植物。这个好像蛮不错的，那我们就放这一个吧。OK， 来来，有污垢，有看到了，我终于看到了。哇，有小地图就不错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处理完毕，接下来到我们先处理这一边吧，因为你看这一间，你看那个小地图看到没有？那个我们就留到下一节处理。OK， 那我们今天要先来整理的是我们的，这个叫什么？婴儿屋。好，走吧，先把垃圾丢掉。哇，你看，感觉是还蛮不错的。那我们先把垃圾先处理掉，然后也把这些污垢先清理干净之后，我们再看一下要加什么家具好不好？因为我记得他的那个委托身上好像是要附加一些家具这样，所以我们先把这边给清理好。天，那个是水的污垢吗？有时候对于刚新买的房子会有这些奇奇怪怪的污垢存在吗？我还是蛮好奇这一点的。哦，哎，哪里？这边下面。问题是我清得到吗？我好像没办法蹲。我发现这游戏的坏处了，没办法蹲，你没办法看，就是你下面的污垢到底有没有清理干净。OK， 有。然后上面这一边也清理一下，这边还有。然后接下来这一边 ，OK， 还有哪里啊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哦，好，还有这一边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清理完毕应该就 OK 了。 OK， 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先清理一下那个窗户。耶、我又可以玩了是不是？好，哇，你看这个超舒服，不管玩了几次都感觉超舒服。我们就把这边给清理掉。好，干净多了。有时候清那一个窗户啊，你会看不出你到底清理好了没有，所以还是要有时候清理完还是要清理一下那个边边这样子，因为中间比较容易看，它边边比较难看到这样子。好，这边秀秀秀秀，好，下面秀秀秀秀秀秀秀，我知道我清理的很难看，等一下哦。好，那我们先把窗开去，透风一下。好，一样从下面开始，咻咻咻咻，
它那个百事无垢是什么啊？雾吗？感觉像雾，可是感觉又不像雾。好，那上面哦，哦，干净多了，我觉得可以哦。好，嗯，我还哪样没听到 ？OK， 可以了。嗯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油漆是不是？油漆颜色是什么颜色来着？柔粉红。好，柔粉红的油漆我再来买啊，我看看。嗯，用品不是，算了。柔，等一下我找不到柔，等一下我打不到字，打不到中文。好吧，他不给我打中文，我难过。装备吗？不是，用品不是，武器不是。呀，我有点找不到我要的东西，怎么办？给我一点时间。哦哦，我可以这样直接买耶！找到了 ，OK， 好棒。好，那我们是要这样子，然后粉刷墙壁，是不是？嗯，我是不是有一个比较深，一个比较浅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 ，OK， 好，然后我再拿多一点 ，OK， 好。OK， 有，渐渐熟悉起来，好。OK。那我们再弄多一点。它是要整面墙都是粉红色，还是说只要一面墙粉红色就好了？其实我还是有点不太了解这一个的说。好，拿来上面。好像是要全部都是粉红色它才甘心耶。好，行。那我就先把前面的房间涂成粉红色再说好了。好，再买多一罐。那我们又可以升级哦，我看一下。不在遗弃过的油那个墙壁上浪费油漆，我觉得蛮不错的。我们先拿到一个。好，我们继续吧。好。哦，你看这样子就不浪费了嘛。那还有上面那一边，好，感觉特别的麻烦，但是还行。我觉得这游戏不符合逻辑，应该就是这一边了。我可以不用移动那个图，有没有？我就可以涂到后面的墙壁。各种不够，48%，所以我还有很多地方还没涂到。好 ，OK， 感觉它这粉红色是不是太深了？个人感觉啊。好像蛮深的哦，然后这一个不用用白漆遮盖，是可以直接变成粉红色，我觉得这个也是蛮猛的，好猛哦！好，我们这关用完了，那我们用另外一关。好，我觉得我们这一集。应该是5分钟内可以完成，以我的油漆速度来说的话，好 ，OK， 然后我们再拿多一点点，OK， 拿到这里，其实它这边，其实我跟你们说，它这款游戏其实。除了墙壁以外，你看到它现在只有85%嘛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窗口那里没有涂。
他这边也算，你这边全部都要涂，要不然的话不给你，他不给你算100%。对，这就是这个游戏我一向都觉得很奇怪的地方。但没有办法，客户需求有没有？我们就照这做就好了呗。OK， 这样应该 OK 的吧？有没有？好，剩下就这一边。我再拿多一点气。下面涂一下，还有这一边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这边就涂完了。这个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买掉哈。好，然后接下来，我看一下哦，我们接下来要放的是婴儿床。哈，以你这种颜色的地方，我觉得这样子好了。OK， 好，因为它那一个东西已经是怎么说？它那个东西已经是浅色的嘛，你不可能全部东西都浅色，要不然会很难看，个人感觉啦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先放这一个，这一个我们选个黑色的会比较好一点。那我们可以放旁边，就老妈照顾孩子的时候可以坐着看着孩子这样子。然后接下来到书柜，虽然说我觉得看放书柜有点怪怪的，但是要放就放呗。我觉得放角落会比较好一点，大概样子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到我们的这一个我是觉得这样子，黑色白色这样蛮不错的，我们就这样放吧。然后这一个就放在那个书柜的旁边，要不要放在旁边，大概样子。然后我们软垫再放多一个，要拿黑色吧，不要灰色好了。我还是哪一个颜色来着？哦，这个，我们就这样子放，这样放感觉很奇怪，放在旁边好了。两夫妻坐这这样子吗？好，有点奇怪，给点时间。我觉得放过来这边会比较好一点，有没有？这样子就好多了。然后我们这边可能可以帮忙放一点奇奇怪怪的东西，奇奇怪，例如，配件吗？配件不要，我们放白色。装饰，花瓶不要吧，我们放点植物好了。婴儿房，我觉得还是要放一点植物，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啊。小时候我不知道放哪一个植物比较好，但我们可以就是放一些花花。然后放在这里面，然后我们也可以放一点，图画是不错，但是还有那种站立式的会比较啊，有，买这一个会比较好一点。那我们放在这边，然后再买一点镜子吗？我觉得镜子不太需要哎，我老实说。有没有其他的摆设品啊？如果有其他摆设品的话就好了，好像没有。感觉就是没有。那我也帮不了什么。哦呦喂，小兔子啊，可是放不进来，那没关系，我们放在地上。我们可以放在这里面。哦喂，这样子 OK 吗？我就可以哦。OK， 那我再放最后一样东西，放多一个水仙花粉，黑色吗？不要吧。对于婴儿地方来说，我就放太多黑色有点不太妥，这我们放在这一边。OK， 好了，有没有？你看，这样子就完美了吧？有没有？可以吧？对不对？可以吧？对不对？啊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先到此了。我们的婴儿房弄好了，我觉得 OK 吧，应该看起来不会太拥挤，然后全部该有的东西有，然后这边可能就剩下就交给主人自己去 K
填满啊 ，OK， 那个就不管我事情了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先到此了。那如果喜欢片，可以按个赞、订阅、分享我的最新影片。那也谢谢大家收看了，See you， 拜拜。